那这一块简单介绍几个我们这个几个常用的快速电脑，你可以参考一下的。一般是我们最常用的快速电脑，我们让我们先介绍去年的三个点，你跟去年是有这样的软体的，像下一个来看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比较常用的就是我们传播电脑的，加上这几个 A S G S C M 这几个。这几个是在最常见的，好、哦，那我们就跟各位讲一下，你看平常的系统就会看，现在就是因为你会用这个系统，你看好多中央系统，就是因为你会看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你在这里面也可以用啊，就是跟大家一样。好，那么第二个你也会，因为好多中央系统这个啥？这个就是磁铁线嘛，哦，磁铁线，还有一个你听会的，就是这个，好，这个怎么样？对不对？好，这三个你都会，这些你都会了。那再来呢？如果是什么减震来的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英文的减震动作，哈，是吧？当然了，哈，可是新增的里面来了。多少吧，所以你在我第二个叫做什么扇形的啊，答对了，答对了，对吧？都是那个样，还是这样的。好，那再来的贴上这两个 V 啊，就是这个，什么贴我们贴上这两个字，那是什么？能干净啊？还有心，你有这边隔离的，啊，对吧？但是它是半是怎么样的？给隔离的，又是怎么样的？也是给隔离的。你看这些分是在一百两百的，是在两百的。你再用这两面的话，是你的两百像概念一样，啊，不把这些东西都用了，因为流量还小。对不对？而且你任何哪一样的，我是两者都在用，都很好。但是大部分的利用是四个的，所以左手用的资源少，跟你左手一定要来用看中间的。这样，很干脆。七，你要很多垃圾，那你买垃圾，这不就是服务？它不是垃圾，它是直接运出来的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们平常要管理的是什么？管理的主要是用这里找一个，是这里找一个，是你对象嘛，对吧？他那个对象嘛，这就是这样的，是，还是你看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讲刚才讲的是盘点，那盘点的话，我们因为我们盘点量很重嘛，跟人产生关系嘛，可是如果人家那个产生关系，因为是安装嘛，安装的底线嘛。不是，哇，很满足，而且又有盘点的，有没有？所以说，你们怎么样？他说那个函数，有个函数的图表叫什么？我不知道那个什么多少啊，那个什么计算，我确实有看过啊。对，那你是要看盘点吗？盘点看我们啊，盘点看来英文的。零这个嘛，一个对不对？这个盘点叫非零嘛，很多家那个解决了，这样就对了吧？其实你要计算的计算机呢，我们直接就没有讲过数，但是有一些那种快速计算啊，哦，那种的其实是人会讲过数，比如说我们来什么，还可以带什么的，核酸，我们吃饭是单位房地产，啊，如何这个？不用了，我是五分钟不讲一两句的，来，我就不讲故事，要你讲的好听的话，你紧张的要死。好，那这几个概念点你可以参考看看。那么，其中呢还有几个概念点，就是你们可以看到，我们键盘上面的这个符号，这是怎么一样？有两个是符号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按照那个代表物件的嘛，但是，那请问旁边有两个什么状态？把它找到了，你都怎么看？
你在按开始，然后再来这边打动。哦，这样这样是怎么样打？但是我在是这样按。为什么要让你听？当然好，其实你加上这个就好了。那个加这个，加那个。哎，为什么要？其实很多在做是很好办的。因为你们有没有问 I 一 I 一？啊，有就是 I 一在那里。I 在多久？有没有在那边？有的。然后这个网际网络的 installer， 因为想要想想叫做什么，叫做 installer。还有你看，这台网际网络的叫做 installer 和 installer， 知道为什么要记得吗？因为想要想想里面叫 installer， 所以这个加 APP 就是这个。好，所以这几个比较常见的东西，跟大家再简单的分享。